恩一头，怨一头，天老地死复何求？劝君莫轻生，明明成败尽风流。你就是喜欢在背后杀人的江湖杀手燕十三？正是。只要你说出是谁指使你杀我二弟的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高通，你兄弟也是个该杀的坏人，你不说今晚就得死。我的命已经没用，可以送你。三少爷杀了，这样你的名号才能真正在江湖上亮起来。还有啊，万一你要死在他剑下，你那把夺命十三剑我也能卖个好价钱。哎，少喝酒，酒喝都会气虚的，到时候就杀不了三少爷了。燕大侠，我家小姐正在宫后。备酒了吗？都是好酒。竹叶青。在下正是。竹叶青有毒。燕大侠，我本准备了100,000两白银给高通，叫他帮我杀一个人。现在他死了，你看这钱我该给谁呢？你的眼神好像江南的烟雨，好凄迷，命运是否也一样？这个人和我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可是成亲那天他弃我而去，我拒绝了无数名门子弟，一直等他，最后实在太痛苦，只要不再让我等，嫁给谁都可以。出嫁那天他又来了，把我抢走，又把我抛弃。这个人就是绿水湖前翠云峰下神剑山庄的三少爷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可以忍受自己被抛弃，可作为女儿，我不能忍受
家族的名誉毁在我自己手里，你帮我杀了他。女人最动人之处，就是可以对自己爱过的男人恨到不能自拔。可是，你真想他死吗？不惜任何代价。那你愿意自己的身体做酬劳吗？我想，你应该不知道我是谁吧？武林四大世家，江南七星堂少主，慕容秋荻。我杀他，只有一个理由，为我自己。谢氏剑法，只此而已。如果连你也杀不了他，这世上就再没别人。叶十三，我水性不好，所以我就不陪你了，你自己可要多保重啊。你看那些玩意儿，表面上是给挑战者定神的，其实是让你分心的。我看呢，你上船还是先眯会儿。我是拿话多的人来磨剑的。庄主，请。杜鹃声声悲啼，叫得好像不如归去，真是情深至极。茫茫人世，又何尝不是处处也有伤心人？谢家看似享尽天下风光，可又有谁知道，神剑山庄庄主谢王孙，身上承受的，都是儿女的。我的长子是个痴儿，早逝，长女嫁给一个侠客，郎才女貌，可是他们俩太傲慢，被人暗算。二儿懦弱，自小喜欢一个婢女，一直都不敢说出来，最后郁郁而死。至于三子小峰，谢家之气全聚在他身上，自从第一代先祖自创剑法，纵横天下300多年，就没有一个子孙能驾驭那把神剑。只有他剑一上手，就人剑合一。当年他只有7岁。庄主为何把家事告知？让你知道这些，是望你多给他一些宽容。令郎在哪儿？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他。Thank you.
小峰已经死了37天。回三少墓主等同毁他尸骨，谢氏一族岂可受此耻辱？耻辱就要用血来洗。朕。失去了最好的对手，就等于失去了知音，秦就会变得很寂寞。你现在的心情我很理解。在下失礼了。珍重啊。没想到一个江湖杀手居然有如此深厚的内力，真不知道天尊还笼络了多少奇人异士啊。没有了三少爷，我们再也不能称霸武林。为了保住族人的性命，马上封山，宣告神剑山庄退出江湖。总得做几件愚蠢的事，你不是也水性不好吗？姐说，如果商业死了，裴家的丫鬟都要下黄泉伺候他。你们要怪，就怪他吧。小姐，三少爷的死只是传闻，或许有诈。我帮你把剑收了吧。心里千万不能生恨。回鞘勉强的剑是非常危险的。小主，你自幼当我书童，跟了我那么多年，也该成亲。我看你如此捉紧他的小命，我就把他许配给你吧。我心里还有人。他的心不在你那儿。我愿意等。你配不上他。总有一天能。
天地无情，鬼神无眼，万物无能，壮民无知，生死无常，祸福无门。天地有灵，唯我独尊。神剑山庄少主谢晓峰之死讯，由黑煞、雷虎两大使者负责查访，辨明真伪。是。若死讯属实，即时攻打神剑山庄。攻城之日，各大门派必俯首称臣，奉我等为武林至尊。我们这帮江湖渣子，不入阴间变厉鬼，留在阳间苟且偷生，为的就是今天。你们这帮江湖败类，十恶不赦，会遭天谴。神剑山庄一定会替天行道的。杀！以貌取人了，你肯定是来白吃的。哎呦，只要有银两，身体多臭啊，也能进这个小月楼。哎呀，有贵客了，有贵客了！来呀，来呀！你醒醒吧，你都欠了我五天的酒钱了。没钱。没钱。没事没事没事啊。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？没名。没名？没名我给你取个名。你就叫阿吉。阿吉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干活。多买的话给你们便宜。这个胭脂真好看。干什么呀？阿吉，阿吉，过来。帮姐把尿盆给倒了。来呀。真去了。哎呦，你怎么倒尿的嘛？什么人？这谁呀？这倒吗？哎，叫他倒他就倒啊！真是个没用的阿吉呀！走开，走开！张公子，我给你捶捶肩吧。哎，你抢我客人干嘛？滚一边去！喝一个。大爷，我敬你一杯。陶公子，多久没来了？来，给你带杯酒。来，走走走。怎么搞的？喷我一身。牡丹红。小二，哎，怎么了？收拾了。哎，替我好好照顾他啊！小丽啊，好好照顾啊！哎，这，没事。大爷，您歇会儿啊，给您擦擦手。没有，
哎呀，轻一点儿！哎，别吵！疼死了！我别叫我，别拽我，疼死了！来，快走，快走！换，把衣服给我。摸吧，富豪商贾没收百两，船夫嘛搅石罐。什么名流绅士，不是一样要嫖吗？还嫖得像个贼。哎，你来几天了？以前也是做龟奴的？你也太没出息了吧！现在这个世道嘛，懂武功的最赚钱了，你应该去当个剑客。你想不想试一下我的身体？我让你睡一次，你带我离开小游了好不好？跟讲条件的女人干不来。哎，哼，啊！老天爷，我不想再待在那个鬼地方了。药膳禅师，他本名山采药，博览天下医。无非就是为了解救韩灵之苦。当他发现这个古泉能医百病之后，就不论寒暑，常年守候在此，以泉水炼药，不知救尽了多少苍生啊！施主，请。恳请禅师。参详医案，看看我的病是否还有救。不用了，你的病是因为自小过苦过劳过伤，以致气血败坏，到了今日全身经脉走散逆乱，已无药可救了。金创药不能延寿，拿去防身吧。施主，时日无多，放下心事和怨恨，以及身外之物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车夫，我用100两买你的车和酒。100两？不够吗？够够够够够够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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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大侠，你不会反悔吧？你现在有钱了，万一知道自己快死了会去哪儿？去苦海镇呢。为什么？哎，我劳碌了一辈子，从来没享受过，那里有吃有喝有女人，我肯定要去沉沦一番。那你死了想葬在哪儿？苦海镇南山上的百花林，那里的墓园鸟语花香，可美了。妈妈，你也累了一辈子了，就陪我在这儿安享晚年吧。守墓人，100两，买下你的住处和伙计。钱已经没有用了。只要你肯帮我掘坟安葬，这木料就送给你了。谢了。哎，就你那个最便宜，每次路过苦海镇，我都要勾他，来来回回乱叫乱喊，也就那几把式。
大爷，您还没付钱呢。你的功夫大爷不满意，没钱。喂，这世上最难赚的就是皮肉钱，不给啊会折服的。哎，你咒我呢？哎呦，不敢不敢。二位爷就是不给我面子，也要给我们大老板面子是吧？我去他个大老板，老子今天就白嫖。喂，哎，不许走，把钱给我。都说了没钱。哎，哥，大爷，哥，哥，真没用。他们赚的是苦钱，一定要给。你想死啊？行，成全他。阿奇，你疼不疼啊？你会死吗？奇，你是因为喜欢我才为我挨刀的吧？我只知道二两银子对你来说很重要。你喜欢我的身体吗？这是用你的命换来的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照顾他呀。哎呦，阿吉哟，哎呦，韩大奶奶疼死你了。大老板啊，已经下了命令，去把那两个小贼捉来，替你出口气。哎，你走运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大老板要收你做他的弟子，他要是瞧得上你，你的前程呢，可就大了。哎，好好照顾他。怎么了？我不能留在这儿。别求他了，他已经把我们都忘了。哎，别这样，小伙子。你是因为没出路而绝望，还是想死了之后重新做人呢？我只知道，活下去没有什么意义。如果你死都不怕，那干脆帮我挑粪吧，脏活敢不敢干？除了杀人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你这模样，鸡都杀不了。来，
先填饱肚子，努力干活，馒头的味道才会好。馒头的味道好了，人活着就有意义了，懂吗？哎，拿着。活得好吗？好极了，一天比一天好啊！哟，苗子回来了，修房子。苗子回来了，孩子们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。妈要糖，我也要，我要。别抢了。哎，大伙听我说啊，这是我新招的伙计，以后都互相照应啊。好嘞。我叫阿吉。阿吉好，阿吉好，阿吉，阿吉好。这臭小子，可怜的孩子。娘，哎，我们回来了。儿子，娘，你可回来了，想死我了。娘，我早上才刚出去。是吗？啊。哎呀。他是谁呀？啊，伯母，我叫阿吉。呦呦呦呦，那不是咱穷人的称呼啊，叫我老苗婆就行了。哎呦，你看，人家长得真俊，咱家长得真丑。娘，我。哎呦呦呦呦，真是的，我儿也俊，我儿也俊。来，最大块肉给你。娘，阿金是个好小子。哎呀，我这一看一听一闻我就知道了。娘，那还晚上跟我睡一张床。你不嫌他臭啊？我比他还臭。傻瓜，找他比你臭的人了吗？你看这傻瓜。睡觉以前呢是要先洗脚的，要不然公主不高兴。哎，公主是我妹妹，不过不是真的。谁说不是真的？她本来就应该是个公主。对对对，她生下来就应该是公主。她为了让我们全家都能吃上肉啊，到大户人家去当婢女去了，每个月只能回来一次。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，命苦啊！我们都以她为荣。哎，你要是看见她，你一定会喜欢她的，是不是娘？你先洗。哎，臭死了！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干的虽然是建业，但是啊也有行规行话。这大便呢就叫人中黄，这粪水呢我们叫金汁儿，还有那股味道我们叫木樨香，这名字还都挺气派的啊。走了，为了不让大家讨厌咱们，咱们得提醒人家让开，像这样啊，人中黄，木樨香，金汁两桶，小心提防。人中黄，木樨香，金汁两桶，小心提防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赚不了这个钱了。怎么了？这位客人说了啊，他再加五十两，五十两，五十两，一共一百两了，一百两了。那谁去？我就去。姐，你不能去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怕什么呀？哎呦，小丽你真乖。来来来来来。
阿姐，起来吃早饭了。快来坐下。哎呦，阿吉啊，她就是我们的公主。嗯，公主，吃吧。谢过了。这大块的给你，来，拿着。先给公主吃吧。哎，你吃你吃，别客气。以后啊，你就跟我们一样，叫她娃娃就行了。是啊，快吃吧，把身体养好了，才有力气干活。娃娃，谢谢娘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吃吧。哎，回家了。啊，你挨打了？你没觉得我下贱吧？没有。我决定不回去了。你不怕他们抓你回去？有一个肯为我哀悼的男人在身边，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情？我知道你会保护我的。哎，偷偷告诉你件事情啊，我已经存了100多两银子，还有一对金珠。我想买块地，然后一家人务农为生。以后我赚的都给你。最贱的婊子是用来伺候最难伺候的客人的。小丽走了，谁来招呼那个最贱的客人呢？你？我？大老板，我老了。怎么办？哎，派人把他抓回来，快去啊！可是那个小妖精跟没用的阿吉在一起，我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人。大老板，您还是派个高手去吧。嗯。无名，你跟了我多长时间了？1年3个月。我在你身上花了上千两银子。您是个好老板。我从来没问过你的底细哟。我也只知道大老板。叫大老板，天地幽冥，唯我独尊，愿为天尊效劳。今天就是你一显身手的时候，去看看那个被人刺了4刀而不吭声的人是什么来路。有用则留，没用杀。手艺不错。谢老板。这个不错。对了，娃娃，买几个碗吧。你看这个不错。小丽，大老板让你回去。我的债已经还清了，我不回去。少跟我废话。哎，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放手！放手！你把手放开！干嘛？我要带他回妓院。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打死他！放开！走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你！娘！起来！干什么？走！跟我走！放开我！你！
让路。三兰，我叫你让路。我管闲事儿。什么呀，阿金，快起来，起来吧！要怪就怪那些恶人，专门把咱们穷人踩在脚底下。是，也不知道那个大侠住哪儿，他要是肯教阿金武功就好了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住在死人堆里啊！大侠，大侠，你打跑了那些坏蛋，乡亲们呐，都是来谢你的。谢大侠，谢谢大侠。求大侠教阿吉武功，人人都说他是没用的阿吉，我一听到就心痛。大侠，我们村子就这么一把剑。看我！果然是没用的阿吉，没法教。哎，你不教阿吉武功，你就是不愿意帮我们这些穷人去对付大老板那些恶人。滚！你行走江湖不是要为民除害吗？你这样算哪门子侠客？就是啊，你会武功，怎么就教教我们呢？你们那么多人，为什么自己不动手？为什么自己不帮自己？滚！他们那些武林人士只会用武功给自己赚私利，不会关心我们老百姓的。娘子哥，走，走啊！我们走。走。娘，咱们别指望他了。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开个价！啊！不赚你的臭钱！你别欺人太甚了！好刀落在坏人手里，可惜呀、啊！
我是天尊分舵的舵主，你要杀了我，就是与天尊为敌。天尊的走狗，更该死。大侠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，杀了他！对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救救我呀，回家！湖海镇的人听着，燕十三不再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从今天起，我将用我的余生干好事。拿糖，不要给他，他平常老是欺负我们。啊！拿他！你个臭小子，谁拿的刀欺负？喂，别打架！别打了！要糖，我也要！我也要！喂，跟我走，我决定收你为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乐意。我不想当一个剑客。是因为拜过。才令你不敢再出手吧？哼！我命不久矣，当我一去不回，我自创的十三剑就会失传。实在可惜。三少爷已死，只要你学会了我的剑法，就能够独步天下，成为有用的阿吉，那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你了。我知道你学过武术，我问你。你到底是见血心软，还是怕死？都是。懦夫。我是。其实我也怕死，有时候也心软。我十岁练剑，悟剑道于十三，二十岁熟读天下剑谱，纵横江湖，未逢敌手。听好，十三剑始于续千仞之势，动指之间。风无声，气如止水；光无影，击剑无痕。海纳百川，浑然一桌。多命十三剑只能意会，取其神，忘其形。传说三少爷将谢氏剑法一分为二，左右手持剑，七十二路变一百四十四，变化难测。要对付三少爷，剑不能猛，只能走灵。谢小峰，我八年探索，苦练至今，无时无刻不在心里和你决斗。我今日在佛前诅咒，你一剑冥顽不灵。
切记，气剑诀得剑魂。当酒喝到最烈，都没有一丝酒意，酒就没有意思了。当自己做的一切都能够猜到结果，做人也就没有意义了。你心里有结啊？自我出道，就成为三少爷的影子。不管我多么努力，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当成是他的传奇。人在江湖，总想留下点名声。所以我才会去神剑山庄找他比试，赢了，固然扬名立万；输在他剑下，也算不枉此生。可惜，那个小王八蛋却死了。我替你不值。等我死了之后，希望你可以替我告诉世人，燕十三就是燕十三，不是那个混蛋三少爷。好，我会的。我为了免人欺负，把脸惊了，装作坏人。可惜面容变丑陋之后，也就真成了恶人。我不但为钱杀人，还在背后杀人，应该是报应来了。我要回去守我的坟了，后会无期。感谢你们替我照顾阿吉，请受小女子一拜。阿吉是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小峰，我是他未过门的妻子慕容秋迪。14岁那年，我已芳心暗许，认定他就是我的夫婿。父母也替我们定了婚约，他一再离开，只是不想承受两个家族的重担。可是我们真的不能没有他。我知道，你要带他走。是的。如果他不愿意呢？那你就得逼他。我不会。你这么努力不也是为了离开吗？为什么要让他留下？我如果我不走，你会怎么对他？小峰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谢各位厚爱，情谊难忘，此生铭记。你躺在这干嘛？等死，别烦我。你还不能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三少爷还没死呢。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给自己取了个这么难听的名号，叫什么没用的阿吉。啊！你说什么？没死？你再说一次。三少爷没死。他现在叫没用的阿吉，你想他想疯了，快去找他吧，姐，我给你捞起来了，接着。我这辈子也赢不了他。怎么会呢？我对你有绝对的信心。我把我的剑法全教会他了。啊。
小峰，我们俩好好的，可为什么就是好事多磨到不了头？叫慕容秋迪，是的，你的名字好难听。神剑山庄300余年，仗剑匡扶武林，承蒙天下第一剑之封赐，今由第六代庄主谢王孙传位于三子小峰，望能光大门楣，护佑天下武林。小峰，只要你喜欢，我陪你过隐士的日子。只要你喜欢。七星堂刻意笼络武林豪杰，慕容正跟夏侯世家尤其走得近，要是我不答应这头亲事，那慕容正肯定跟夏侯世家合而谋我。慕容小姐，她会知情吗？这丫头野心比她父亲还大，能不知道吗？慕容庄主，犬子愚不可及，竟在迎亲之日不知所踪，那是逃婚了。这都怪我教子无方。谢王孙，你纵容儿子糟践我女儿，从今而后，七星堂和神剑山庄一刀两断。我已经亲自来请罪，你还是不饶，非要和我过不去吗？你儿子欠的债，今天就要你还。庄主，老爷，老爷，息怒吧。肚子里的孽种快点下吧。小姐庄主，别动气。是你害我把父亲活活气死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让咱们少爷在后边接亲啊？母亲大人，慕容夏侯联姻，定能拿下神剑山庄的。兄弟，跟我走。你为什么来这儿？因为你是我的。呀！不能走！兄弟，兄弟！废物，你配不上他，你配不上他。夜路不好走，我们在这儿住一晚。秋迪，我想归隐田园，你愿不愿意？我困了，我们先睡吧。小姐，小峰要退出武林，你快去神剑山庄，让谢庄主亲自来接我们。谢小峰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我真的好恨你，我恨死你了。秋迪，秋迪，这一次我是真心要向你弥补，从今往后我们好好生活。早饭好了，你看看合不合口，不喜欢我再去做。多谢你亲自为我做饭。应该的。没有柴火了，我去拾一点。待会儿我去。
少爷好。少爷好。少爷好。快点，你磨磨蹭蹭。少爷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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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爷早。这些仆人对我太忠诚了，听说我要跟你归隐田园，就一个二个都跑来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退下。你走了，快走。王昭，你为何向神剑山庄挑战，又不肯接战？我已厌倦正邪不两立的厮杀，那些只是胜者为王的游戏。若是人人学你，武林正道岂不全乱了吗？拿剑！我只有这个了。爹，没事，你们先回屋吧。他是你唯一的对手，你把他杀了，为父就安心了。人家已经退出江湖了，咱们走吧。出剑。他不想打你就别逼他。我要去种地了，你走吧。杀！杀！杀！啊！姐夫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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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打了！够了，你们走吧。看来三少爷的剑对付不了女人呢。剑夫，胆敢伤我家少主，罪该诛！不要啊！住手！斩草除根！斩草除根是对的。我是不想让那个孩子心里一辈子有恨。江湖是祖宗争来的，绝不能败在我们手里。神剑山庄和七星堂联姻，也是父辈的苦心啊。那个年轻剑客与世无争，留妻儿相伴，过的正是我向往的日子。小风，你想想，铁血门已灭，拿下紫月谷也指日可待。到时候，面前的山河大地都归属于我们，这是多么宏伟的风光啊！我竟亲手毁了他们的一切，那片田园很像这儿。小风，你。你可知道生命的根源来自这土地？没有泥土，我们种不了谷，植不成树，人就无法活下来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想你走下来，这样会活得真实一点。你随我意不开心，我随你也不快乐。那你为什么那么自私，非要我依于你？从玫瑰间谁都改变不了，太阳本来就高悬在苍穹之上，你为什么非要拉到淤泥里？别再妄想了。不是已经尽力讨好他了吗？为什么他还是要离开我？有舍才有得，世上还有更多的人和事等着您呢。
我们尽快把神剑山庄给灭了，痛苦就不会留下了。那就先帮我把他想要的日子毁了吧。遵命。我的田在这儿，我不走。你不走他会杀了你。我又没得罪他，他凭什么呀？哎呦，就凭你喜欢阿吉呀。收拾一下，天亮就走。不会苛求你爱我，但是我们总可以装下情侣吧，可以吗？杀那天，这帮贱民庆祝了一夜。收！失火了！失火了！救火了！救火了！救火了！别动，安静。我们也跟着走。哎，大路从这边走，快！哎，追！别跑！啊！怎么了？我的珍珠！哎，宝宝，你干什么去？为什么你对秋迪如此残酷？你是他的魔鬼，也是我的噩梦。你死了，我才能安宁。走。你身体换的臭钱吧，我挣的钱是养家的，比你们的高尚多了。你那么贪钱，怪不得要想尽办法勾引小峰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穷得一文钱都没有，他关心我，甚至心甘情愿为我挨刀。不可能，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对你死心吗？因为他知道你只爱他的身份，而我爱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人。你爱他，他跟你好过吗？是。小峰怎么会沾染你这种忌讳？你身为上流人却说下流话，难怪他要离开你。把他给我收成灰。萝卜，你要干什么？
头往后仰。王后呢？娘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们还要做一家人。乖女儿，娘子，咱们来生再见了。三少爷，天尊已经拿下紫月谷，马上就要攻打神剑山庄了。令尊已经危在旦夕，难道你也不管？我出走以后，他就公布了我的死讯。在他心里面，我早已经死了。天尊不但杀了娃娃全家，还把村民都杀了。你不应该为他们做点事吗？自我十岁开始，为了家族，摧毁别人的家庭，我的剑早已血迹斑斑，满身都是罪恶，我怎么可以再杀人？无需杀人，只要把对方打败就行了，懂吗，傻瓜？一语道破，大道坦然，燕大侠说得好。来了！
混头！谢长老，走！王孙，你以正义为名铲除异己，为的就是独霸江湖。你谢氏一族的面目，比我们的面具还假。谢庄主，真遗憾。小迪，动手吧！千刀万剐，斩草除根！千刀万剐，斩草除根！千刀万剐，斩草除根！干什么？不能让他们凌辱。这就叫自掘坟墓。自今日起，武林再也没有谢氏一族，唯我独尊。天地英灵，唯我独尊。天地英灵，唯我独尊。谢庄主，你把我骗得好惨。叶十三，你收回贤士。朱迪，遗憾还可以弥补。不可以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小风，进阵！
阿吉，万一忍不住，砍断几根手指也是无伤大雅的。谢小峰，你看什么？这全都是你谢家的烙印！呸！杀！杀了我，下辈子照样找你报仇。好，债我会还的。小竹，这些人都是被谢家驱逐的武林败类，你用他们，你想把慕容家的脸都丢尽吗？只要我能扬名立万，有什么人都行。竹叶青，恨意我令你狰狞。已经是天尊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配不上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要再去爱他，他会令你痛苦一辈子的。求你！有人那么爱我，可是你的，你不可以爱他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小峰，你会再求一次吗？我一定要嫁给你，一定要。
秋蝶，别恨我，别恨我。不早了，我请你喝了最好的酒，你也穿得像个剑客，该还我人情了。十三，来吧，你赢不了我，人是会败给自负的。看剑法。抽带提点，崩压脚戳，撩圈斩猛，全是最简单的杀招。你的十三剑，只有在我第七招出错的时候可以杀我。一个剑客知道自己的错误还重犯，死了也活该。让我送你一程吧。一个剑客最屈辱的结局就是痛死在病榻上，对吗？对。你情愿怎么死？死在我尊重的剑下。我是绝对不会以让剑来侮辱我尊重的对手。好，我们来生再当兄弟。
这是他自掘的坟墓，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了。我用我的剑和你换。曾经有人夺走他的名字，所以我要还给他。我们要去哪里？行侠仗义，整顿武林。